春波流啊，外面的温度39啊，嘿嘿嘿，39啊，听说明天46啊，这街上没法走啊，出门就会变热口啊，嘿嘿嘿，变热口啊，睁眼就想喝啤酒啊。但凡有这个小东西，我也不至于晒得这么黑，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使用，操作简单，拉开戴在头上即可，折叠起来也不占空间。这是一款非常有创意的雨伞，轻轻一拉就可以打开，顶部翻转还可以通风，它不用手扶，就像戴帽子一样戴上就可以了，可以防雨也可以遮阳。它适用于在野外钓鱼、下地干活，充分的可以释放咱的双手，不用时收纳起来也特别简单。千万别带，否则你会感觉它太方便了，后悔知道晚了。一拉即开，双层设计，通风透气，头部松紧带可以适应不同头，下方带有防风锁紧绳，下小雨也可以拉下底层避雨。真是改革了，开放了，连雨伞都变样了，轻轻一拉就变成了一把伞，戴在头上又像帽子，小伞一开就像开免费的空调一样，不管是游玩垂钓还是下地干活，防晒挡雨效果那是杠杠。这样吧，如果说你买回去你觉得效果不好不满意，你给我退回来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多少还是了解这个东西。我们是厂家，现在为什么在这个平台啊，在这个平台也是我们直接跟他们谈的合作，知道吧，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，你放心下单好吧。我们做的是口碑，知道吧，如果说你不满意你直接退回来，你直接退给我就行了，为的是做好我们的产品，对不对？这是伞界的新发明，轻轻一拉就能打开，你会发现它没有伞把，直接戴在头上就可以，既能遮阳又能挡雨，还解放双手，不管你是户外工作、户外钓鱼还是地里干农活都非常方便。夏天钓鱼但凡有这个小东西，我也不至于晒得这么黑，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使用，操作简单，拉开戴在头上即可，折叠起来也不占空间，戴上它不做黑脸钓鱼人，赶紧戴上它出发钓鱼吧。这是一款非常有创意的雨伞，轻轻一拉就可以打开，顶部翻转还可以通风，它不用手扶，就像戴帽子一样戴上就可以了，可以防雨也可以遮阳，它适用于在野外钓鱼、下地干活，充分的可以释放咱的双手，不用时收纳起来也特别简单。这种钓伞钓友们千万别带，否则你会感觉它太方便了，后悔知道晚了。一拉即开，双层设计，通风透气，头部松紧带可以适应不同头围的钓友，下方带有防风锁紧绳，下小雨也可以拉下底层避雨。更方便的是这种头戴式遮阳伞不影响钓鱼操作，遛鱼甩大鞭随心所欲，用完一键收纳，折叠后可以直接放在钓箱里，方便且实用。真是改革了，开放了，连雨伞都变样了，轻轻一拉就变成了一把伞，戴在头上又像帽子，小伞一开就像开免费的空调一样，不管是游玩垂钓还是下地干活，防晒挡雨效果那是杠杠。